打开我们的主题曲。直接就开始。第一位特邀嘉宾 ，Hello， 是谁啊？是我吗？啊，我是第一位，恭喜你中奖啦！我竟然是第一位，我从来都不知道怎么连麦的，我也不知道哎。其他人怎么还不进来？我也不知道哎。哎，是不是坐太近了？什么呀？你呀？还好哈。啊、哦，小婷来了。他们几个呢？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啊，又来一个。Hello， 超人星君。Hello。哎呦，这么帅呀！他们，哈哈哈哈哈乔呢？他好像搞不懂这个东西。还要让女生连线男生的，应该让男生来邀请我们。哦哦，怎么啊？弟弟怎么这么慢啊 ？Hello， 哇，好热闹！就荣浩先君，我刚才。嗯、，OK。哇，好热闹！好开心哦，大家好。我来了。Hello， 等一下，我们是有主持人的。主持人是谁啊？这是坐在地上。大家都连上了吗？都听得到吗？嗯，听到。哎呀，好神奇啊！见到这么多人都是现代的妆发。不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弟弟最神奇，这么弟弟更神奇的是，其实虽然我们都是现代的，但是我们其实都在同一个公寓里呢，都在同一个什么公寓里的不同房间。我不行，我要都在横店。对啊，都在横店。不行，我有看到他们的表情的，那就是刚才那样。我要刚才那个样子。好的，主持人，你赶快主持吧，不要管我了。他一直在帮我调。那就这样。嗯，快。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苍兰诀的首次几乎是主演证们都到齐的一场特别的直播中。就是气氛组。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是苍兰诀真人版养花大师班开班。然后我们首先让大家用小兰花体来自我介绍一下吧。好，那我先开始是不是？对，小兰花先开始。我不是芍药，我不是月季，我是思密月小兰花。哈哈，大家都要这样。接下来是谁啊？有这个露出的吗，朋友？当然有。下一位，东方青苍。下一位，东方青苍。要小兰花体哦，都得这样。啊，我不是东方强，我不是东方，我不是西方什么西方甩卖，我叫东方青苍。下个呢？荣浩星君。下个是荣浩星君。哎，我刚刚发现了一个 bug， 我的那个文案在那个手机里，我现在手机在直播，我看不到我们那个文案。那你就随便说一个嘛，赶出去。嗯，我不是小兰花，我不是青苍，我是荣浩，可以吗？哦，等一下我插播一句啊，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先拿手机打开爱奇艺，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播了。
那这个好难啊，是先看剧呢还是先看咱们呢？对，就是如果有多余的机器的话，先看咱们吧，剧可以一会儿再看。对，下一位是谁？要不我来主持吧，这个主持人太不称职了，我来主持。下一位是小婷。好，我不是赤地女，哎，不对，哦，我不是赤天女，我不是，我是赤地女子。不行不行，下一位。说完了。卡掉了。说了啊？你说了啥？我一个字都没听清。要不要再来一遍？我不是赤天女子，我不是赤脚女子，我是赤地女子。赤脚女子，赤脚女子什么？下一个，下一位是长恒星君，好像读书一样。下一位长恒星君。啊，我不是长形，我不是长眼，我是长。哦。最后一位杰黎，我来啦。好的。我不是龙虾精，我不是犀牛精，我是小魔女杰黎。哎，犀牛精真的很厉害，朋友，你那个发型犀牛精的，头发就很像什么龙虾精、犀牛精啊。好，非常欢迎大家，每一位都介绍了自己。然后今晚的话，电视剧已经更新到第12集了。我们大家到目前为止心中的名场面可以来聊一聊。是，嗯。抢答话先开始吗？都从我先开始啊，还有谁想先开始可以自由发言，举手制，如果有人举手的话就代表你要发言了。那你不发言我们谁敢发言啊？你不敢言。哎呦，你开大这么厉害，我当然不敢了，谢谢你一点。谁要发言先？哪个名场面没你啊？那不得你先来一个吗？那我的名场面有很多啊，我觉得对我来说的名场面就是在大黑龙上面带我去魔界的那场，我看了觉得超震撼、啊、然后你们两个为了我大战的时候我也觉得还不错。我说他不打了哈。好中啊，咱们不打那么激烈了哈。就是啊，干嘛要打这么激烈？你们什么意思啊？浪费好多钱哦，你们打这么激烈。我们打的真的经费在燃烧。就是啊，真的啊，我下面还想跟一句，我能不能说他们的那个经费啊？哈，我跟你说，那你们下一个谁想说？下一个，那都提到这个的，那我的名场面就是我们俩大战呀。嗯，这个大战我都说过了，你还要说啊？你到底要说几个？你不是说一个吗？你不是说飙车吗？那你要重复的吗？那我高光时刻我不得提一下吗？真的是。跟你说，我们俩现在在直播啊，我们不要吵架，好吧？我的印象深刻名场面就是我大战水云天，嗯，哦，就你被绑在那儿，你被绑在那儿，然后我那个哗一个黑烟出来那个地方。还有吗？没啦，那你跟长乐先生演就好啦。没有，我知道弟弟、嗯，那个咱们俩、啊那个咋了？哎，也不用行使大礼，对不起，我生气了，我生气了，我想离得近一点。也不用生气，对对对，水下吻也还不错。还有一场，不用说这一下，好，我们问下一位朋友是谁。行，可以，就这么把我略过。哦，你不是都说完了吗？哦、好，那个、我带下一位。好了，只能说下一位是谁？下一位荣浩仙君吧。荣浩仙君吧。我先说一下，我觉得那个小兰花跟清仓的名场面不是变身吗？每次变身嘛，两个人互换的时候，嗯，就很甜。可以吗？这是你想听的吗？想不要摔手机了。不用在意我的情绪啦，你们都随便说。我觉得播过的里边的名场面，就是应该有两场都还挺喜欢的嘛。有一个是掐那个小掐死小婷扮演的那个侍女的那个啊，你好腹黑哦。那是他
禁足，我们俩拍的第一场戏，是不是？对对对，我你还记得吗？然后叫卡组。对，我们俩第一场戏，我记得他还挺厉害的，就是当时，嗯，导演说让他最后抬起头来的时候流下一滴眼泪，抬起头来流下一滴眼泪。那场真的，你俩演的都太好了。那是我俩其实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个现实生活中，在这个次元里第一次见面。然后还有跟那个，我其实跟那个长恒在画里的那场也还挺喜欢的啊，是咱还讨论了那场，那个超厉害的，对，特效的。哎，那个我看的时候懵了，我说哎，为什么是这个画风？对我们，我觉得很像一幅画，但你们俩都没有动的时候，我在想说，哎，这个是一幅画还是在动的画面？是吧？很像，特别像，像一幅画。是的。对啊，我们俩当时看的时候还发微信来讨论这个来着。我要 Q 下一个人吗？嗯，大家聊。哦哦哦，我怕我们是直播多久啊？一小时，一小时啊。嗯，大家今天就是自由的聊天。嗯，自由聊天不太行吧？会聊飞掉的。下一位，好，下一位谁？其他几位可以聊一聊。谁先想说？心中的名场面。长恒先去呢？我的名场面啊，那肯定是我就是送你石头的那个了。哦，什么啊？送石头？我送你石头那个什么什么呀？你干嘛那么凶我啊？哦哦哦，就我送你石头的那个吗？啊哦哦哦，是的，而且我今天还去了那个井。哎，啊，真的假的？真的。好的，我好害怕，我现在因为看到你们太兴奋了，我完全都没有觉得我是在跟那么多万人一起直播，我以为就是我们在视频聊天，然后大家加入了我们，知道吗？你不觉得很像在视频吗？对，就是像在视频团建啊，这就是团建嘛，视频团建。那现在每个人说话都不要有那种有很多人看的感觉，好不好？我们就很自然，还有 free 的说。好，你来打掉。好，赤壁女子可以分享一下。小婷呢？啊，我刚已经说过了，就是荣浩跟长恒在画里那个，还有就是那个大黑龙，啊，哦，太震撼了。啊，你觉得名场面是我们？对啊对啊。哎，我突然想起来一场我觉得特别好的那个。什么？我那个叫那个，我跟你讨论过荣浩，就是你在那个幻境里面那场戏。哪一场？就你一个人的，和袁在幻境里面，在死的那个。对，就是前一场戏是那个躺在床上，啊，然后你进入闪回到那个幻境里面，绝了，真的。那场戏特别好。那场戏小婷拍了好多个造型，就是每一世的那个。没错。我们戏的名场面每一场都很短，都是0.0点。是的，哎，对哈，哦，怎么没有商榷啊？商榷下半场，哦，下半场，还下半场，商榷下半场。那我是两场都得待着。下半场，大家都在，下半场大家都会在的。就是我有八个人，是不是？我的哦，因为这个同屏只能六个人。好，还是你的坐骑吧。最后一位那个杰里，就是那个呀，东方青苍那开大一出来，本座的人你们也敢动啊？那个时候真的就有一种。小时候看那种言情小说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在那，啊，就自己都很兴奋。大家都不要理他，怎么？你都静音了？怎么？我说完都静音了。不是因为你说完话，如果没有人听，很搞笑。好的，好的，大家都聊了自己心中的名场面。然后最近的话，除了追剧之外，弹幕啊以及网上好玩的梗也频出，我们各位先加，要不我来问，就是你们觉得有什么网上好玩的弹幕，好玩的那个弹幕啊什么的，你们来分享一下。比如网友在地上捡到命布啊。对，这个就不要一个个说了，我们就随意发言，好吧，我们就当视频聊天。好，我是很受当主持，对，我是专业直播的，看我直播间。我们如果是视频聊天的话，绝对不会再聊弹幕。最搞笑的，最搞笑，我看到是那个吊篮。哦，就是我上吊的那个吊篮。
掉了。这有啥？哎，你们平时看的是开弹幕看吗？开啊，开啊，不开弹幕看剧哪有意思啊？我都是看第一遍不开，不看第二遍再开看弹幕再看一遍。哦，二刷看弹幕，二刷看弹幕，嗯，妈呀！一刷看剧，比较是什么意思？没啦。小兰花有没有觉得很有趣的梗？我不好意思多说话，因为不然我怕我一个人就是我一个人在狂说。没事，你说吧，这都希望你狂说。我们可以随时加入。我觉得就是，我看到有人就是艾特我说什么修命布什么的，我觉得挺搞笑的，就地上捡那个叶子修命布。然后我今天还捡到一片嘞。然后呢？哎，在哪儿？在这儿呢。接力器好多，我今天一出门，我这个叶子画成这样了，准备好的。你这个命布不是你这个，这个真的是你问闹钟，我真的一出门的时候，我在地上捡到一片，我说哇，怎么这么像？你这是谁的命布？都长成这样了。你这个人的命布可能他的命不太好，小婷觉得呢？交了有什么看到的吗？我没有开弹幕。那你有自己内心的想表达的吗？我怎么听到我自己说话？我现在在疯。哎，我在想怎么救你。哦，你们都不知道网上有什么热梗，那证明我们还不够热，我们一定要好好加油，趁这次直播。加油！要加油！冲冲冲冲冲冲！我们现在要挨个表演节目，从最后一个框的人开始。哎，这样吧，我们三二一指想让谁表演节目？那怎么指啊？可以啊。那怎么指呢？你看我指你，你看我指你。对啊，我指你。对，这样。啊，可以可以可以。那我这样是指长安仙君还是荣浩仙君？那你方向要对啊。你这样就是荣浩贤君吗？我这样是长恒贤君，这样是荣浩贤君。我们的直播次序是一样的是吗？我们的那个顺序不一样，哎，每个人都是反方向的。好，那你们这样看到我是小兰花吗？对啊，小兰花。对啊。小兰花，这是杰里。小兰花吧。小兰花已经开始。这游戏结束了。小兰花来吧。来什么表演节目吗？我是开玩笑的，啊、要表演节目。小兰花的才艺展示是什么？这灵魂剧等于是我也不知道哎。好吧，我们先完成官方的内容好不好？好，来，官方还有什么内容？哎呀，大家知道我们苍兰诀的粉丝名叫什么吗？挖掘机。挖掘机是吗？不愧是冲浪达人呐、啊！挖掘机。大家今天。想给挖掘机换一个名字，或者是把它认证它。大家觉得挖掘机这个名字够好吗？非常好啊，我觉得挖掘机，我也觉得挺可爱的。大家知道是为什么叫挖掘机吗？为什么是叫挖掘机啊？为什么？为什么有人知道吗？因为苍兰诀有个绝字。哦。对。挖掘机。哎，有人说主持人太不行嘞。他只是我的一个工作人员，各位网友们，我们来控诉，你知道吗？蓝墙挖掘剧组把我们聚在这里直播，没有一个人过来，你知道，整个地方就只有我们这么几个人，然后还有我们各家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大家快去疯狂艾特 Jason， 还有王一雪，好不好？我们进来就不呆了，整个就是房子一个人都没有，空空如也。啊，蓝墙挖掘机，对，全名是蓝墙挖掘机。蓝墙挖掘机啊，花大墙，蓝花跟大墙啊，蓝墙挖掘机。我明明叫东方青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现在对大墙这个名字好像印象很深刻。因为大墙可爱呀，因为你强啊，这大墙了、哦大，你把我打成那样了还不强吗？你这样讲他可能会认同的。那你大墙和大木头，你更喜欢哪一个？大木头我就真的是双 Q 了。大木头还没出现过吧？大木头还没出现过吧？出现了，出现了。出现过一次好像。
大木头。你到后来到了我那个月族过后，不都叫着大木头了吗？就，哎，我们每一个人亲一下这个屏幕好不好？这样我们就六张嘴巴。好好，你们可以不用理我，我只刚突发奇想。粉丝朋友们想不想看啊？我们竟然尬成这个样子，真的是没想到。我没有觉得开播前很尬，开播前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开播之后就变成？对，我频频看这个时间，一看才过了20分钟。我本来说开播小时很快过，咱们也没有这样这么多人一起打过视频啊。你咱们是线下呀。原来你们，浩先生，你觉得我们很尬吗？你觉得呢？我觉得挺好的，你觉得很尬吗？好，我然后我频频吓得我看看时间，已经过了多久了？一看才过了20分钟。现在我来当主持人好了，就不会再尬了。好，下一个。嗯。哎，我们在不是都在横店吗？要不你们来找我玩吧？还没到，还没到这一趴，还没到这一趴呢，还有8分钟。哦，那大家，我刚刚说说，刚刚明明你自己说，你说我们要说话，假装没有这些人在看，然后你就说了一个那么官方的话。我现在承接当主持人了，你不知道吗？就突如其来的 Q 流程。因为我现在当主持人了，你有没有听我说话？是啊，知道你现在在主持吗 ？Q 流程吗？哎，这样吧，底下弹幕刷，想看到谁跟谁同框，你就底下刷弹幕，我们就可以实现。真的能上线得了 吗？弟弟咋办？弟弟飞过来啊！我现在飞过来。我现在就去弟弟的直播间。我进来了吗？弟弟，我进来了吗？我现在在三维空间里，你救救我！啊，你等一下，你别，你先别出来啊！哟，来了，哎，来了，真来了，他变成这个来了。哇！哇，有心了！准备好了，发达！有啊！厉害啊！那我也拿这个好了。突然我就看到旁边的一朵兰花，真的好厉害哦！对，这个、是哦，有点酷。是吧？你现在得你现在和他不能同框，要不然就穿帮了。那长恒仙君呢？怎么？长恒仙君呢？没事，我们也可以一会儿可以直接同框吗？你这个人，哎呀，你就不能演绎一下吗？你就我这儿没有兰花。长恒仙君。我们来选 CP。这个哦，好好好，这个。长恒仙君不想走，什么还有？哎，什么？咱们现在粉丝来选，你们五个都在横店，好累，不想去。我们现在都在同一个地儿呢，在同一个公寓里。热吗？横店现在？漂不漂？太热了，是吧？比去年热吧？比去年热10度的感觉，确实。我在想得亏《苍兰诀》是去年拍的，不是今年拍的。没错，今年听说很热，是吧？今年太可怕了，不知道怎么了。要我《苍兰诀》里面那些衣服换今年横店穿的话，你得撅过去，绝望，对，绝望，对，嗯。而且今年还有好多那个热射病，没错，就是、嗯，拍的现场都撅过去了，知道吧？不，完全不像。真的，我今天看你那个朋友圈发那个上班日记。那衣服大袍子，哎，你知道那个？你还记得那个衣服？那个衣服不是10斤吗？那个头有3斤。后来那场戏他们要吊威亚把我拉起来，就拉不起来，所有的那个武行的、那个威亚都快震断了，结果拉不起来，太重了。浩先就好快就进入了状态，进入了我们茶话会状态。是我最习惯的就是茶话会状态，要不你们过来吧，然后我们就一起聊，好不好？我们这样子很那个。可是我们这样的话，是不是要关掉那个直播间才可以通话？你就直接过来了，不是，你不是找我的，是长恒仙君和那个杰里来找我。那我们现在我就关掉吧。你不用关掉，你不用拿着，然后就走就行了。我现在就开始出门啊。
哎，我先不关了，我先不关，我先不关，没事，你们也不用关。不关那我也出发了。嗯。哎，我这还要下。现在情况。哎，我也觉得动起来比较好玩。找到对方是吗？什么？这个有一点有意思。你们现在的情况就是现在就是要约见面了，对吗？对呀、啊，谁让你不在呢？漂亮。我这还要经过一个院子呢，打个飞机过来。你在哪儿？我在北京啊。哎呦，好黑，好黑！我们是不配你过来一次吗？啊？先过去，先过去。啊，没有，怎么这么没有人看到他们两个刚刚见面了？啊，要关掉，没有不关有。哎呀，那边的画面不用了，不用了，哎，关了。真的是在楼后见面。这儿现在怎么感觉？大家都进了吗？进来了吗？哈，还这么近呢？我刚好孤独你。哎，多少有点孤独。多少是有点孤独。你捧着花呀。还是捧着花吧。那可是我就关掉一个就行了，是吗？其实东方青苍你也在啦，你看。我在哪儿啊？你在这儿。那我就把我的关掉。小白熊哪是东方青苍啊？你就在你这儿就行了。你报的是那个阴招吗？是的，是的，是的。你结束。他们见面了吗？见面了。对。他们已经在了吗？今天欢聚在这里，好像大家给我一起过生日，真的像给你过生日。后面还有这个灯牌。哎呦。你后面那个特别像生日应援。你捧着花更孤独哎。就不如没有他。对啊，都有朋友啊。我反正先给你过两个。没事，我的头盔乖过了。你们都两个人、三个人的直播间，我这不得有一个伴儿啊？我跟你说，你今天东方青苍，你今天得给我打钱。为什么？为啥？因为我根本都没有猜到长恒会跟你坐在一起，你知道吗？我只知道一人一个房间。然后我准备。长恒跟谁坐在一起？跟兰花、啊、然后我准备了一个礼物、哦、什么礼物、哦、会很尴尬不会的拿出来不要吓到大家会让长恒很尴尬是什么东西啊不会是多星化身吧天哪你这个准备我跟你说我今天临时不是这个横幅啊你把我的直播间给打挡上了对，那个是不是很丑？看不清这横幅上写的啥呀？是个什么？我是站你的、哦，所以我为你准备了礼物，为你们。没想到今天坐在这里的是长恒。哇！给你打钱，一会儿就给你发微信红包。三界最甜蓝墙挖掘机，你太搞笑了！一会儿就给你发微信红包。什么？你可以读点弹幕，不然他看不见。我说一会儿就给你发微信红包，谢谢。多少？多少？多微信红包最高也不就200吗？可以多发几个啊。你至少得把我的成本打给我吧，这个、因为他们俩笑得好甜哦。成本多少？就是他们两个才真的很像。对，我们俩还在。你弟弟要进来了。哎，正好哎，我们挤一挤。Hello，、啊、Hello， 能看到吗？又来一个。Hello 啊，我弟。Hello 啊。我刚才申请连麦要排队100多位，我在等了5分钟。大家其他人有很多人要跟我们连麦吗？这直播间真的太火爆了。正确呢？有。哎，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分享一些就是好玩的事情，就是拍戏的过程中那种好玩的事情。你们觉得呢？每天都很好玩，都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分享一个就是拍戏的时候最好玩的事情。让左下角的二位先说吧，就是你们有没有特别好玩的事情，一定要超好玩才行。
怎么办？我都觉得我今天好吵了，我是不是很吵啊？因为没有，幸好有你陪我。他横幅都拉出来了，还吵呢。你们有没有最好玩的事情吗？他们俩是卡住了吗？小兰花，我先说一个啊。对，我觉得，哎，商榷还进来了吗？有商榷吗？因为我想讲一个，啊、就是商榷好像真的很慢呢。哎，我先预言一下，商榷一会儿进来的时候，第一句话绝对是 Yo bro， 对 bro， 对。我就想说这个，我说，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反应，好吗？好，他很冷场。我们俩进来还是进来，我们就可以。他怎么还不进来？好想看这段。他有连线吗？他怎么这个样子？我不带他玩了。以商榷的那个脑回路，就是他确实连麦都。你的手下怎么这个样子啊？你理解一下他，理解一下他，他毕竟是一条龙。啥呀？还有我们邀请他吗？真的是不 OK 这个人。商榷。哎 ，bro， 哎 ，bro， 我刚刚连不进。好了。哎 ，bro， 我刚连不进来，我 你们都不让我进来，为什么啊？我。我们在邀请什么？我终于连进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啊 ？Hello，Hello。Hey bro， 要不要先打个招呼，跟直播间的观众们 ？Hey bro， 哎，好呀。他们说要自我介绍一下，对不对？打个招呼。啊那我先来了 ，bro。嗯。Hello， 大家好，我是对。我不是软弱无能的臭弟弟，也不是小强，我是飞风。欢迎。你是东方青苍的弟弟，西方甩。Hello， 西方甩。Hello， 我是那个商榷，我是苍岩海第一大将，是东方青苍的那个第一护卫。你不是我的坐骑，你不是坐一体吧？欢迎。所以呢？这个 A 是什么意思、哎、现在我们仨就是月族的，他们其他一波全是那个什么仙族的。你又要搞这个东西，你看他们仙族都在抱团，就是咱大家这就是我们月族都是一个人的，都很孤单的。谁说的？我是海市的。你现在坐在那儿就已经是仙族的。哎怎么卡了？哎，强者都是个 bro 那边好卡，商榷好卡哦。你在哪儿啊 ，bro？ 你背叛我？对，你在说什么？在说啥呢？你在说什么？大哥，你稍微往好一点的地方。我们刚才讲到，就是来，管他嘛，就是来分享一下，就是在拍戏的过程中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呢？没有有趣的，那就先到这里。有啊，先走了。我有一个可以讲。我真什么？就是我每次跟林博瑞卡吗？我的很卡吗？真的很会用你的武技啊！商榷，我们都在等你。没事，我们自己在卡。没事，网络不太好，就等你了。好，大家有什么想互动的也可以发一下弹幕，既然商榷卡了你就让迅风你就继续说吧。啊，对，我就趁着他还卡的时候我就说。我每次跟林博瑞在同时在现场的时候，他见到我。谁说啊？他怎么突然好吗？他都我是该段时候不知道。我今天这句话我是说不完了，我感觉。什么嘛？没事，弟弟说。就是我每次见到他的时候，哎、我在用啊，我是不放打断，不让他说。Bro， 你用 WiFi 好不好？用 WiFi。啊，我接着说了，就是每次见到他的时候，他一定会模仿我阴阳怪气的台词，
然后见到我就一定要阴阳我一番。但是你就很欠打。你那些的那个剧情还没有出来吧？今天晚上出来。是，今天晚上应该会出来一部分吧，就是现在昨天就有了，因为已经发展到了苍岩海的地，可以说苍岩海并交美男，并交阴阳美男。阴阳，哎，今天播的大啥剧情啊？今天播我们换身，女生是吧？对，你们俩换身，然后我也换身了，你来救小兰花是吧？我也变女的了。哦，你也变女的了 ，OK OK。那今天就是你俩比赛谁更女？你知道我们两个对视，我还得这样离远点，不然我们看对方斗鸡眼。斗眼了。别说了，你看弟弟的表情。哎，我可以了吗？还卡吗？啊，你可以了，你可以了，可以了，我可以了。就比较好。好，那我来分享。我来分享好了，就是我觉得很搞笑的片段，就有一次，哎，不过这是后面的剧情，能说吗？不能说，就有一次，反正就是弟弟没穿衣服，然后呢，跪在地上，然后呢，商榷要去给他披披风，然后呢，因为商榷平常打招呼一直用那个，然后呢，弟弟在那边，然后我们这边说，巴拉巴拉巴拉说台词，然后呢，那个商榷就过来说。嘿、hey、bro 披上说导演就骂他你知道吗，哦，导演披上不应有的指教了他。然后还有什么搞笑，我记得他好几次，哎，那次太好笑了，我不小心的，没有，因为那颗我觉得我以为那颗没有正式在拍，其实当时我觉得就是以为是在走戏。哦、我突然一下不知道普通话怎么讲，标准普通话。我知道，我还有要分享。其实我很多，我突然间所有的回忆涌上心头。好，有一个就是我马上要杀青的时候，然后杀青前一个礼拜吧，我就开始很难过，悲痛欲绝，我就很伤心，说怎么办，大家要分开，怎么怎么的。然后呢，东方青苍和商榷两个人就开始嘲笑我说，哈，有什么好伤心的，有什么好难过的，怎么怎么怎么的。然后直到我们吃完杀青宴，然后他们俩都没什么反应。然后后来呢，杀青宴吗？然后后来呢，杀青宴结束回到家之后，商榷就跟我说，怎么办，我怎么突然感觉好难过，心我好难过，我好舍不得大家。然后我已经没有那么那个。然后呢，第二天我跟东方青苍拍海报，我隐隐约约看到东方青苍的那个下眼睑就肿起来，估计是晚上哭过了吧。是吗？我在那个他是很难过，他杀青宴上我就已经哭了。但是你记不记得杀青宴，杀青宴的时候这样，我们俩还要拍海报，然后我们俩就是带着角色的妆去吃的那个杀青宴，哦，然后到杀青宴的时候，就他们就已经所有人都已经哭成一团了。他先带头哭的，对呀、啊，我跟你说，杰离超扯的，杰离就大家一进去哦，坐下三分钟开始哭，什么话都没说，他开始哭，然后我真的很伤心，我在想。妈呀，就大家都很开心嘛，这几个月现在又要回到孤独的一个人的北京生活，你知道吧？但好就好在我们最后杀青那场戏，大家都在哦。你们那个右上角二位不在，还有他不在。什么戏啊？你们？是我们就是训风啊什么，我们就都在的。在司命殿的一场戏。对，砸花房吧。但是长恒仙君杀青的时候，你在，弟弟哭了，我记得。弟弟在吗？他哭了，他流泪的。然后换送你，还有我杀青的时候你在吗？在，你杀青的时候我在啊，我在。走了，你真的好无情哦。杀青的时候我在，我真的没有哭，我必须要澄清一下。对啊，我也记得没哭。你没哭吗？我马上，我马上翻照片，我有照片。他杀青我哭啥呀？他杀青我不应该很高兴。舍不得呀，你伤心呀，就一个。那我杀青你有哭吧？我杀青你有哭吧？你没。你杀青我也。我哭了吗？不记得了。哭了。我不说。什么说不说？我想听。我想听。反正我记得我就是杀青宴上哭了。嗯。嗯。好像是、啊。杀青宴，我坐在吉利旁边，他一哭我就直接绷不住。我都不知道谁哭，因为我哭的看不清人。你哭了。
谁也看不清。我还聊天的时候你哭了。真假的？你不要讲这，真的，我经常哭，我连哭了7天，大家，我连哭了14天，每个人杀青我都哭了。真的吗？真的呀、啊，我杀青那天、啊。对啊，我杀完青就走了，所以你们去杀青宴，我没去。弟弟也哭了吧？他真的哭了。弟弟在不在？哦，弟弟不是杀青那天，弟弟是前一天，好好咱们最后一天最后一场戏的时候，咱们俩最后一场戏，我想起来了，爆笑啊！你在，然后小兰花不在，我在。我哭了，杀青宴。你杀青的时候我在现场。我在。什么？你杀青的时候我在现场，但不是同一场戏吗？啊，不是同一场戏。对啊，对啊，对啊。你看右上角二位，啊、你们俩可以不要得笑惹讨厌。对他们，你们在笑什么？你们聊杀青宴聊十分钟，你们到底在笑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杀青宴是什么。你们到底在笑什么？换一个话题，换一个他们能参与的话题，好不好？有点倒戈了，看我们这样好像一家三口。那我是爸，我是爸爸。长恒，你是妈妈，就是爸爸。长恒。我觉得林鹤你赶紧回你的房间再开一个吧，你现在这个状态闺蜜局小兰花的闺蜜对你我让给你们让给你们磕你们俩了你刚刚有人就磕不起来了行哎，我也觉得我该可以聊一下这个可以聊一下你们那个超级大爷听我的林鹤你听我的你刚才那个机位回你自己的房间是帅的你先这样特下小兰花姐妹我是真的一点都看不清这是在哪儿哦不行不行再连我一下再连我一下再连我一下什么再连我一下哦就连他帮他连一下哎我今天突然有个想法就是呢既然我们大家都在这里然后我们要不就做个游戏输的时候我们就相聚一起去跳游泳池楼下就有游泳池什么玩意怎么样哎谁不跳赶快谁那个是男人就跳游泳池但是我这边我们这边没有游泳池啊真的有人想看长恒先就很荣耀先去跳游泳池吗我这个想他们想哎还好我不用跳还好我不在哎立刻你先跑了跑了哈弹幕都说想看啊，那常文先生现在就去跳了。什么？直接去泳池吧，他。不给大家看一下游泳池啊，在后边。常文先生，快跳下去！我是你，这是我就二楼，你让我跳游泳池。我是你，我这会儿就跳了。真的吗？常文，你现在就跳，你现在就在游泳池里面。在这儿。在回这儿呢他怎么和游泳池我要准备把他相聚了我要准备把他推下游泳池这这哎呀哎呀我原来你们在一起啊这个空间真的好神奇啊随时都会有不同的开始那确实看完您播了不止1小时没想到现在那个我已经早知道我卖太好了然后没看剧了真的用户暂时离开完了小兰花走了我来了哎朋友们能听到我说话吗能听到我来了我来了对我离近点我看不见弹幕我们来了滴滴聊一下什么他果然会自己房超级大爷为什么我们房间哎呀是对呀、啊、打什么厉害的美颜光对啊那个拍到什么早上吃早饭那个给你看一下我的房间的打光啊长恒千钧，你那里是打了什么光？这什么意思？啊，拿枕头当反光板，你的反光板，这柔光板，蓝色柔光枕头。我们不能说啊！大强，他们都想看你说话，所有人，要不你多说点。那个拍到凌晨10点的那场戏，这样对啊，说怎么都在吧？那场戏。你说是大战那场？啊，哦，你那个躺在那那场。啊！我们是不是也看谁拿会手机啊？不是我，谁在玩手机啊？是那个最后，就是最后大战了。对，都在玩。哦，那天拍到天亮了，已经第二天天亮了。对，我记得9点拍到好像。就凌晨5、6点，我们几个，我跟长河啊、迅风、杰里还在那边发功。卡了。发功，发功，发
哎，有没有发现小兰花一不在，这个气氛瞬间就变得冷下来了。还是你会说话，跟你继续做朋友。哎呦，我卡了，好像卡了。各位，网络差。你们现在冷静的像是你们听不到我说话一样。有五 G 吗？哦，我们听得到的。听不到，你听到说。就是一堆人搁这上，真上什么事？我们卡吗？不卡呀。哎，弟弟去哪了？哎，弟弟怎么没了？不会吧，弟弟跑了。要给我惊喜，他们要过来了。他今天跟我说了，他说要给你一个惊喜。真的假的？我是不是说漏嘴了？怎么可能？怎么又没了？原来是你。怎么了？他跟我说，你来这边，他跟我说是吗？刚才在中间。过来，我去。荣浩走了，荣浩去哪儿了？他去洗手间了。你们真的，我真的以为大东方青草会过来，我没听到你们说什么。我在这儿，我在这儿。真的没有网络？你怎么说要再招停一下吗？哎，他人呢？他俩上厕所了。啊，他俩去了。你看。都是都会选择光的地方，你看我们两个多亮。卡吗？不卡呀，我听你们还好。对啊，怎么这样就透了很多？就透啊，整个人，整个光就透了。你就一刚一直举。对。要不我们放点 OST 来听一下吧？不是说要一起合唱吗？对，可是他现在那个东方强掉线了，他怎么掉线了？对啊。他人呢？哎呀，哎，你知道吗？我哥不在，他用手举的，没有。我听到这歌都要哭了，真的，真的。你在等啥呀？我的手在这里，就把声音可以响，掉线了。但不说弟弟在自己直播。他自己播，对，弹幕说。我们要等他一起唱吗？等谁？对啊。申请一下，连一下弟。对啊，连一下呀。弟弟说让你们发申请，还是要怎么？他是不是故意的？我们发了申请途径。来，我回来了。去哪儿啥去了？你去哪儿了？我回来了，各位。你去哪儿了？喂，听得到吗？Hello， 好卡呀！怎么突然一下这么卡？你是掉出去了吗？我被卡掉了。为什么会有这断线？因为他也在同时开始播吧。现在好像好奇宝宝。哎，还有我，他怎么又断了？太好了。哎，我还是回去啊！那边缺一个，感觉好奇怪。你是这么近吗？对，我们仿佛像没话说一样。不等东方青苍了，哎呀，长恒上分啊！长恒现在来上分啊！主持人，长恒上大，不是，现在我是主持人，长恒先君，我宣布你现在开始上分。不行，不能不仁不义之。男人不能丽娜，不行。哎哎，挺嚣张啊！在，这才是惊喜，懂吗？我想把他退出话。哇哇，好酷啊！谁还没个朋友？我靠！谁还没有个朋友？谁还没个兄弟啊？那你们为什么早不说呀？对啊。啊，我们假装不认识，然后给你一个惊喜，给你们一个。哎，所以刚才的断线也是故意的是吧？对，真不是。如果不断那个线，我是不会过来的。我们这个剧啊，我们今天晚上直播唯一成的事儿就是大家的同框，其他的没有一个环节是不框。Bro， 你真的好孤单啊 ，Bro。哎，只有我一个人是自己的。那你过来，你来我们这儿。你们在横店那么远？你在哪儿啊？你在哪儿？我在北京啊。对啊。那他们呢？弟弟呢？他们也在北京哎，你们怎么没有？我在北京啊。那你们怎么没叫上？他
就你们带他玩。对，他是龙。我们后面剧情有点生变了，对。不是他，他是我的号嘛。你在说什么？干这工作就得把车停在外面嘛，对吧？今天恰巧没有碰到。要不我们太重了，要不我们连线王一雪和 Jason 吧。好啊好啊好啊，好啊让他给我们这个可以啊，发呀，你给他们发呀。好吧，他应该在看我们的那个吧。我刚刚有错过什么吗？我的手机呢？有错过。把我手机再打个那个，哦，我来。看他们俩那个。哎，我们直接邀请一雪啊，让我邀请你啊，别动，邀请。他应该现在吓死了。他叫什么？没在开播的没法邀请，要他开播才能邀请。哦，他没，他肯定在看我们的。你给他发，你直接给他打电话。咦，怎么没有啊？要开播的人才能邀请。你要给点个电话。对，一会儿下播就追剧去。对 ，Jason 说，感觉梦回一年前的春天，叫长恒许个愿再走。嗯，我许什么？我为什么许个愿再走？不知道啊。好了，哎，有人接吗？这是什么？不敢接，应该是。接啊！接呀！不接我们就不播喽。潦草下播，潦草开播。他不接了，精神没有接。好了，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怎么样才能不那么潦草？我们好聊一下吧，聊一下这两集，今天两集即将发生的剧情吧，好不好？好，你把我们的混乱的聊天拉回主线吧。对啊，对啊，我们今天还有，好像那个小兰花和大强又要变身一次，对吗？嗯，对啊，对，第二次换身了。那个昨儿的最后一集好像就有一漏了一点点了嘛，就是有一预告了嘛。嗯，换身换完身过后呢，有一个好玩的就是，我还要装成我是东方青苍，但其实我已经是小兰花了。嗯，然后还也很厉害的样子，因为就是不是你就过来找我们麻烦了嘛，碰到海，那被你识破了嘛，后来就长恒仙君来救我们了嘛。哦，那场，哎，那场我们当时拍的时候，就是我扶着你的，你是小兰花的那场戏，啊，是今天吗？对啊，今天。哇，对，好期待啊！你要在现场，我得含情，就是那个桃花眼的看着恒星君，就是平时小兰花怎么看的，我就得怎么看。我在那个现场疯狂给自己做心理建设。什么？哎，弟弟，那我是怎么知道他变身了？他说他要爱的看着长恒星君，要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弟弟，你知道我怎么知道你跟小兰花是变身了吗？啊，你怎么知道的？是杰尼告诉我的。哦，剧情里面是这样。哇，杰尼你好坏啊！哦，杰尼给我钱，杰尼背叛我们。哈哈，哇，这个女人不简单。哎，我看剧本上有没有。不要骂我的 CP 杰尼啊！你出现了。出现了。你出现的太晚了。哎，不是，他这算剧透了吧？不算，今天已经播了。这是今天要播的，已经播了。啊，今天已经播了。人多的好处就是，其实我不需要一直说话的。还有啥呀？今天还有啥剧情？大家都在问结局是什么？结局不可能在今天告诉我们。结局绝对没有人，现在不准说这个话题的。万一不我来剧透，不准不准说啊！要把保密工作做到位。哎，如果是要把结局说出来了，我剧组会找我们钱吗？那一掌，然后你去打。违约，那我来我就。留你自己在。啊，就是那，这是我们刚开机拍的，好像是吧？啊，对，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拍的。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拍的。小婷，话呀。今天看你一、啊、好，主持人要不要上线一下下？来吧，好尬。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的直播会是这样的。
不是，因为呢，我们都是太过的爱彼此，我们希望对方发言，然后呢，就有时候我们就会等着，平常我们就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接了就说了嘛，对不对？然后现在呢，我们看着屏幕前大家，我们就会怕的，有时候有些人没有说话，对吧？我们就会等他，等的这个空隙就会觉得有一点点小尴尬，但因为我们刚刚相处过的非常的快乐。我这有一个话题，到目前为止你们最爱哪一我们的哪一首 OST？ 那你们可是得好话说、啊，你不看谁在那个阵容里面呢？啊，失忆，但不都在说失忆？什么？那我先来吧。啊，嗯，我们最喜欢的一场 O 一首 OST 失忆，怎么唱？怎么唱？怎么唱？大啊！海潮哥这句话接的太好了。谁刚刚说喜欢失忆？啊，他说的，他说的。不，他说。他在吃什么？来，长哥先去唱，唱一个。唱，马上。不行，赶紧接上，弟弟，快帮我接上去。哎，你俩这局，谁先会唱失忆，谁就得分了。等你生死相依，哒哒哒哒哒为敌，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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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宁愿失忆。哈哈哈哈哈！不行，不愧是东方强吧，警长。好听，好听。不愧是大木头。啊，得分就很干。好的，好的。哦，在此我要给大家再预告一下，其实我跟弟弟有一首非常的超好听的双人合唱，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放出来，啊、就赶快再去问一下 Jason 和王一许吧。咱们还发吗？我以为不发。我们要有一首绝千古绝唱，非常好听。别，你调别起太高，主要是你好听，跟我没关系。接下来还讨论这个 OST 吗？ OST 演唱者要不要唱两句？哎，我吗？不要不要，我突然间有一点害羞，我觉得人好多，有800-900多万，有点人太多了。弟弟，要不你唱吧，反正你会唱吧。我这刚刚不唱完了吗？合唱能一样吗？哎，要不咱们大我们一起合唱一个好不好？唱呀，找一下歌词。我们唱失忆还唱那个雨宁哥的那个，唱雨宁哥的那个吧。这个我的失忆很难唱的，我的失忆调很高的。完了，你会唱？我们唱这个吧，我们唱副歌。你这个关掉，我们自己有的。看不清你的屏幕。你们有吗？还是我放？还是一起唱啊？我觉得你放就好，你放就好了。我们来带，哎，杰里带吧，杰里想要不要？不要不要，反正你刚说的不要不要，你来。孩子难啊！我们会不会唱到落泪啊？这个，从翻山越岭开始唱，好不好？好。等一下啊、哦。我们彼此之间是有信任的吧？不会到最后只有我一个人唱。当然，说唱就得唱，对，都得唱，一个都不能不唱。不唱的，一会儿去跳那个泳池啊。谁不唱，一会儿就把谁踢出去。是哪首歌？哪首歌？你看，你都没准备好。寻一个你。寻一个你。啊！我不想一个人待着，现在。我们是一起唱的，没事的。来吧。翻山越岭寻一个你，不负此生，不负相遇。不过我能向苦海去，只为渡你。踏遍荆棘寻一个你，不远万里只为朝夕。纵天下负荆，不负你。好，好没开口的，被发现了。小婷没开口，唐还是你？好听。刘昊欣没开口，还
还有商榷没开口，现在轮到你们了，所以就我们俩现在就好了。还有那个东方青苍的讯风也开口了。现在你们要单个聆听，好听好听好听。现在就你们四个了，大家说好一起唱的，你们怎么能不唱呢？我在唱呢，好听。好，现在你们现在你们四个清唱。常文心里打头，常文心里打头。啊，突然脑不太好，卡了。我卡了。卡了，我去你们房间。好，今天要去他们房间，去他们房间。去监工，他们就不唱。你咋换什么啊？那你们想表演什么节目吗？表演什么节目吗？有咱们俩是什么节目可以表演的？我们可以表演一个喝酒。瞪大双眼。我不能喝酒，因为我怕被酒浇坏了香根。交换香根，那就是你以后酒量就会很好吗？什么东西啊？就是你是一个被酒灌大的小兰花，然后我的香根就破损了呀，我就要去治香根，然后找他嘛，然后我就赚钱了。那你还是多喝点吧。是被交换，我们已经一个小时了，宝宝们，我们是不是该去看剧了？我们 ending 一下吧，我们 ending 一下吧，因为大家还要看剧呢。好，哎，等一下，我们现在不是朋友们，我们现在呢即将要9000，有到9000吗？然后呢，哦，就哦，不是，反正有人说，如果上9000的话，大家问愿不愿意长恒仙君去跳一下泳池？这个是老板刚刚派下来的任务，就说热度上9000，什么一许哥，什么九千长恒跳泳池？好的好的，我现在就转达他。OK。那东方青苍，东方青苍那么强，那如果10000的话，东方青苍也要做些什么吧？不用，就9000吧。你怎么能这样子？你是那个，你是我们的大强吗？他能看。因为我着急啊，不是我着急做点就是什么任务啊。对，就是说，因为既然大家都相聚在这里嘛，所以我们就一次性都说好，如果那个现在9000的话，然后长恒仙君就会在这儿，然后去跳泳池。如果10000的话，你干什么呢？不是谁跟你说好了？你问过我的意思。喂，许哥，长恒仙君说他不答应。你说。你说10000的怎么着？我们苍岩海都真男人、我忘了一个，还有一个9500一个档，9500你干嘛？9500我干嘛？你们说，我能干嘛？要一定要比你那么强，一定要比跳游泳池更厉害哦。你那么我去蹦极啊！我从那个高台上跳下去。蹦极很多人都可以。那我还能干嘛呢？他跳泳池，我跳火坑。有旁边有人提议让你露肌肉，露肌肉这也不错。发现我们这个团建啊，就有一个问题，每次开展一个话题，然后最后就是大家都瞎讨论，然后就不了了之了。这个话不可能的，我们就是我们的挖掘机们一定会盯上这些东西的，是不是？所以我这里有现场有10000个挖掘机在这里，所以要在直播中先说出来，对，这样子有凭有据。哎，那我倒立洗头行吗？我看倒立洗头。或者大家有没有什么想看的，然后让那个大强做的？长恒答应了吗？长恒当然答应了，长恒先生已经答应了吧？如果9000就跳泳池。什么9000啊？热度上9000。热度，昨天都8500了，你别搞我。就这么一点付出都不愿意，怎么好？真的很不 OK。大家都说想了，跳女团舞。不是，弟，弟，你跳女团舞怎么样？女团舞。哎，你就跳小，你就模仿小兰花跳女团舞，好不好？跳乖了，跳乖了，跳个人单曲怎么样？你说话，你说。陈江，哇，尊上威武啊！尊上威武，肉包好大哥，尊上威武啊！干嘛 ？Bro 也想来跳？Bro 伴舞就好吗？Bro 伴舞。长恒要不是给大家就
长恒不要装卡哦。长恒9500都答应了，你9000不答应吗？长恒你不要装卡哦。长恒先君，荣浩先君，荣浩先君的车，哎，小丁跑了，小丁跑了，你荣浩先君好像。我们会不会播的有点过久了？已经超过1小时了，就有点。好，我们现在就等长恒先君答应，然后我们就下播，怎么样？来进入下一个流程，对。不是直播跳吧？嗯，不是今天，你也行了，发微博怎么样？可以，可以吗？可以，可以啊，行，可以啊。你旁边是谁啊？还要问别人？什么不是？是山生姑姑吗？是我的。旁边是云中君吗？你还要询问他的意见？是的。行行行，答应了，答应了。过几天我。哦。方清仓，你在干什么？刚刚我错过什么了？啊，我错过什么？他答应他要跳泳池了。我说破9000，我跳泳池。真男人。男人，不会是水云天第一站？追剧了，明白？追剧了，哎，我也要去了。现在我们要做 ending，一人我们的话吧。商榷，商榷，我们现在要做 ending。刚刚约好，就一人亲一下那个屏幕的镜头，然后留下我们最美丽的唇印。好，我们现在3、2、1，好吧？然后大家都一人。安利一下苍兰诀吧，然后再说再见。刚刚那个人过得太开心了吗？那个弟弟，我们都要走了，你能不能不要去看手机呢？要什么？要我干嘛？我们都要走了，我们都要可以做 ending 了。啊 ，OK 啊，我在等着大家做 ending 啊。好，你说。好，大家每人安利一句。哎，你们两个背叛我。我们现在每人安利一句苍兰诀，一句苍兰诀，让你很开心的，也可以让你很可以起起伏伏，反正就是很精彩，大家可以尽情期待一下，越来越精彩，后面的故事可能会和前面的不太一样哦。然后呢，迅风一起说了吧。迅风，对啊，你旁边就是在后面的故事里会跟之前的调性不太一样，然后会有很多大家意想不到的情节，还有一些故事，希望大家持续追剧，然后一起看一看后面的剧情。对，大喜过后必有大、大悲、不说大悲大、不一定是大悲。小婷说吧，别动脚。小婷，这个好看，会比前面好看很多倍，所以大家就对，而且小婷出场超精彩的后面，对，期待小婷出场。我还要安利吗？我每天的。我还要安利吗？我每天的 ，Hello， 卡了吗？好了吗？好了，没有人听我讲话。这不是知道我的重要性吗？虽然我很吵，是不是我还是需要我的？是。哎，等一下，我插个空啊。破9000，林鹤跳泳池；9500，我跳女团舞。那如果破10000了，你干嘛呀？10000，你说呢、啊？我们俩想一个吧，林鹤。行啊。你们俩把我一起丢进泳池怎么样？想得美。对了。想不出来，你想到了吗？10000。我也没想到。如果10000的话，你们要想个大的。10000能干啥？10000能干啥？10000，我想想啊。弹幕说合体合唱，唱 rap 说。rap 有什么难的？现在就能给你唱。你是我经纪人吗？哎，
别太狠，就唱 rap 吧。但是哎，哎，等一下，你那个咱们剧里面，你不是有一个就是比较那样的妆吗？啊，对，还原那个妆。其实那个重现一下。好，旁边的那个喂，一许哥，好，他说你们两个明天微博公布是吗？他说就你们两个明天说，明天再说嘛，好不好？讨论一下。你们想好了。讨论一下，讨论一下，然后呢？不用讨论，尽力完成。不用讨论，就是重现你那个人间的妆容，然后唱一首 rap。对啊。哦，那我不要，这个碗太大了。啊！他要重现的纯正的丑妆唱 rap。我想要美美的。都破一万了，你难道不要牺牲一下吗？破一万，我都跳泳池，弟弟都跳女团舞，我都跳女团舞了。对呀、啊。想好了再说好不好？晚上给我发消息。我们乱群说。想好了，想好了。不需要再思考。想好了，明天微博艾特。这个特别好。嗯，好。哎，那个你是虞书欣的工作人员吗？我们已经想好了，不用再艾特了，谢谢。可以，就这样吧。好，但是东方青苍，你忘了那个丑妆是谁画的吗？那我画的呀，咱你还那你过来画，那你画给我画，然后我就唱。你要给我画、哎、好，这个好，这个好。哎，我通告费很贵的哦，就我在业界这个妆发的水平什么的，就是我才是价格很高的哦。好不好？啊，我才是天界投你。你给人家，到时候让你的那个经纪人来发我过来给你妆发吧，好吧？嗯。直男的笑话真的很难接。我们接着安利苍兰诀吧。好，接着安利苍兰诀到你了。行了，还没安利完啊？我以为已经说完了。我也是的，嗯，反正就超好看的，就反正超好看，大家继续看。就现在看到的都不是未来的，就是完全都是不一样的。好，接下一位。商榷。啊，我吗？商榷，你来吧，商榷。好，我来。接下来呢，就是。我可能会有一些感情线啊。我以为你要安利其他的东西吓我一跳。当确也是。我平时很忙啊，就是我帮那个我老大做很多事，但我也有一些自己私人时间嘛，谈谈感情嘛什么的，对吧？然后呢，我鼓掌，太对了 bro。希望这个我们苍兰诀热度的事业跟爱情二选一，不是你的感情线和谁呀、啊？先，这个是现在还不能透露，我现在不能剧透，不能剧透，不能剧透。太能打，太能绝了。不能剧透，我很想说，但我不能剧透啊。不是，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苍兰诀。我们不能剧透，但我们发过一些剧照，还有一些照片，就是大家就是正常脑子就是。不是。咱们这儿一共就八个人，你能跟谁呀、啊？大概也许是信封。长恒这个，长恒这个有三个，有两个女的，他可能觉得这个职位不够。一条就是母龙，还有可能遇到一条小白龙，小白龙，哎，白龙什么意思？你们在讲什么？都是大黑大黑龙，有这么多人，对不对？有这么多人，你去《西游记》看戏了吗？有白龙去西游记了，怎么办？大家都说让我们不要聊了，大家都不让我们聊了，都说准备看剧了，太赶我们了。人家人是说别聊了，别聊了，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直播间说别聊了，大家都说舍不舍不得，舍不得你们。我也第一次直播有人说别聊了。行了，那我来。行，我来做结尾啊。真的很想去追剧。那个，苍兰诀就是播到现在，其实也挺多人看的，后边也会有更多的反转，大家不要着急。然后，其实我跟弟弟虽然说刚刚对战完，但是其实我们后面会有。很多的兄弟情的东西也可以期待一下。好，好难过。兄弟情，你说。
对啊，这三个字可能不太能说吧。会不会这个直播大家不喜欢我们了？我们先走了，还不如我先走了。不会了，不会了。你不安利一下我们的苍兰诀吗？嗯？你还没安利呢。对，你还没安利啊。我每天在狂安利了，就是超好看，后面还是会很好看的。好，收工，朋友们。我们最后一起清下屏幕吧啊！一、二、三。啊啊！我以为你要送我们礼物，你怎么？我们一起清下屏幕，一、二、三。哎，你为什么对屏幕这个事这么执着？他们在干嘛？闭嘴！闭嘴！拜拜！等等等等，我们的大群见啊！拜拜！拜拜！